哇，今天是我爸生日吗？不是吧？他爸爸生日。哦，给我爹打个电话。喂，老大，生日快乐啊！你同老妈讲两句先。啊，好。同阿老妈咁请走。啱啱准备落楼食饭，打个电话俾你先。嗯。系啊，听日最后一个课提交啦嘛，所以今日咪做晏少少啦。嗯。嗯。嗯。好啊，你哋而家全部翻晒乡下玩啦嘛。系啊。啊，冇问题啊。是啊，哦，是啊，我看到你在这群里发，没啊，打个电话祝个老豆生日快乐啫。嗯，好啊，这样啊，是啊，没事啊，等他吃完先算，吃完先算。好啊，这样啊，那我去吃饭先啊，这样啊，嗯，好，拜拜。挂完电话一叹气，哎呀，今天我想跟你去吃饭。什么？你去不去吃饭？我想简单吃个快餐。他都只随口说说，我要去吃饭。哎，咋了？又叹气？爸在欢度生日，儿子在哭加班。哎，恭喜啊！所以真的是一点这种小疏忽，这次特别要命，太要命！而且这种疏忽特别打击情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心态。